杨洋被恶搞的瞬间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你是不是夜市的？太恐怖了，那我脱裤子。爱笑镜子无视永远的神，为了复制削去的苹果皮化身人体削皮机。面对铺满鹅卵石的板子时，连杨洋也难逃一劫。我会急速的跑，当我发现真的没有敌人的时候，我会高兴的跳起来。而逼疯杨洋只需一个王彦霖。你往那边飞，你脑子被门挤了。我往回飞，他肯定能飞回来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能飞回来。你们是跟臭脱不开了吗？圆圆小宝何时了啊？说出美食的名字。杨洋，臭豆腐，臭桂花，臭桂鱼，臭桂酸菜菜呀、啊！诸葛先生跟我抢的，抢的太远了。杨洋怕不是水乡锦鲤吧？我丢不起这里，我丢得起，我丢得起。我相信你。右边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杨，可以试试。没有脸了。不愧是军艺校草啊！换一遍。好，那我换道题，说出个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什么？窝窝头，大头菜。再来，你再来一遍，你再来一遍。说出个古代人名，杨洋。